8日消息，2020年春节联欢晚会已经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。庚子鼠年春晚总导演将由杨东升再度担任。2017年，他首次担任春晚总导演，并在2018年连任。此次2020年春节联欢晚会，他将再次担任总导演，力求做出一顿让全球华人喜爱的年夜饭。